刚才讲蛮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哎 ，P 教了吗？有没有教过 P？ 问你三 P 五取二，干嘛？这样会不会算？你刚突然挑眉，你想要三 P 看看吗？班上随便挑两个男生给你，要不要？上一个课，然后结果前面两个那边果冻屌在那边晃，啊，短屌玩到最晚还在那边吵架，丢屌丢到最后生气，生气，我生气了。第一次看到有高中生上课玩那果冻屌，玩到两个在吵架，我有看错吗？我以前还自己买那个床啊，几年前，三年前吗？我自己有买一张床放在补习班，秋三，我是说真的，我就睡在柜台啊。我五六日都睡柜台，因为我课太多，多到我太累，不想回家。我是真的直接买一个床，我去到新台湾旁边不是有一个卖棉被，我去买一张床搬过来补习班放。晚上学生走光，我就把床搬出来，然后放在那柜台，就躺在床上睡觉。我还接水管在厕所那边洗冷水，怎样啦？怎么很臭？看，就水啊！看，我用自来水洗，不是用马桶水洗。我不会裸体，因为补习班一楼有监视器，我怕李欣老师看进去看到自己很兴奋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黑色，蓝色 ，OK。所以牌面只有红色跟黑色，牌背都是蓝色。什么颜色？我们检查一下。什么颜色？红色。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这个。好。怎么买这么多数字？你选的那个梅花六，对吧？对。来看一下纸牌什么颜色？黑色啊。翻过来没有？蓝色啊。屁呀、啊！你又在耍什么花招了？你放进来，把你的红色的梅花六放进来。我不要。快点来，放进来，放进来啦！放进来。放上吧。好，现在红色的梅花六放在蓝色牌对面，可不可以？OK 好，我蓝色牌里面。就蓝色牌对，放在你红色的梅花六啊，好不好？我蓝色牌是放。你的牌是红色的，啊，放到蓝色的牌在里面，现在有没有你？什么牌？好，放进来。现在整牌是蓝色，弹手指头。什么红色？屁！你要在啊？你叫怎么变魔术？我也叫，你拿出来我看。仔细看。我是蓝色，怎样？你看，我都知道你要干嘛。蓝色，你的牌手，你不要手伸出来。梅花六，蓝色的梅花六，打开放手上，掰一巴掌变红色。屁呀！什么红色？送你当纪念，我送你，这收这我还送给你们，送你们当纪念。OK 们，OK 们，送给你们。是啊。为什么暴气啊？怎么？啊，这是什么牌？蓝牌嘞。送你当纪念了。蓝色的嘞。怎么样嘛？